有一场戏就是川峰洗完澡出来，衣服穿得很少，对，衣服穿很少，然后咪宝就是穿着川峰的衬衫躺在床上，现场尖叫连连，川咪 CP 害羞对戏，是什么让大家那么激动？就是剧中的激情场景，校园剧的学生们长大了，踏出校门，一跃成为上班族，职场疑难杂症都得解决，爱情也出现状况。我有一条件。我们要谈地下恋情，不可以公开。我是不是真的一无是处？根本就是你在养我，我不要当咸鱼。女友大人眼神锐利，在一旁猛盯，满满的嘴唇照得选对才行，考验剧中 CP 默契。这时，最后的是高山峰的。我的。不是，他上面是什么？他上面应该是有胡渣的。哎呀，不小心选到高山峰的嘴唇，现场瞬间笑成一团，钟月轩好尴尬。安林 CP 可得加把劲，这回高山峰加入卡斯，与新生代演员同台飙戏，仿佛被感染年轻气息。我加入其实是学习到很多，那也很开心，因为可以跟就是年轻人一起工作啊，就觉得说自己活力又重新。增长出来的粉丝期待职场剧开播，看他们如何闯过难关，平衡工作与爱情。 TVBS 新闻卢鸿昌、施婷以台北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